大家好，我是小徐。今天我又来到了鸡舍这边。昨天来鸡舍这里呢，看了一只萨摩耶。这只萨摩耶呢，是之前帮就是鸡舍的老板看鸡舍的。昨天过来，我本来就想把它买回去的，因为昨天过来的时候来的也比较匆忙，一个爱心人士联系的我嘛，从家里匆匆忙忙就过来了，看一下这只狗狗，身上也没有带多大的费用。然后由于老板这边开的价格呢稍微较高一点，我也付不起，所以昨天呢就是过来看了一下，两手空空就回去了。然后回去以后在家里面凑了一些费用，今天过来呢，我想把这只萨摩耶跟那三只小土狗一起给他们救回去。是这样的，这只萨摩耶呢是老板用来看鸡舍用的，现在鸡舍呢已经就是不开了，然后这只狗狗准备卖掉，然后还有三只土狗呢是他们养来用，就是吃狗肉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个农村里面会有那么个习惯，就会有些人专门养一些土狗，养大以后就是过时过节把他们给杀了吃狗肉用。既然我看到了不止萨摩耶一只，然后三只土狗呢它同样也是生命，在小徐心目中每一只狗狗的生命都是同等的，不分土狗还有名犬，每一只狗在我生命心目中都是一只生命，所以我就干脆四只一起给他们救回去。因为我是借朋友的车，让朋友开车带我过来的嘛，车里面一下拉不了那么多只狗，我今天过来呢先把萨摩耶给他就是接回去，另外三只呢我把费用一起付了，等我有时间再过来把另外三只接回去，只要我付了费用以后也不用再担心什么了。虽然我扛着巨大的压力，但是当我看到每一只可怜的毛孩子的那一瞬间，我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去救他们。然后同时呢，我也希望看到这条视频呢就是爱心人士们能跟小徐来共同把这些毛孩子给救下。小徐在这里谢谢你们了，因为我现在真的是能力有限，谢谢大家。然后我现在带你们过去看一下这几只狗狗。你好乖呀，等一下那个老板过来，我把钱付给人家就把你带回家。哎呀，哎，来看看，来看看，他身上的毛都打结了，应该是早这么大都没有洗过澡吧，得用一个绳子拴在这。哇，这么严重的皮肤病啊，看他身上都是皮肤病，他昨天我过来的时候眼睛上一直都有野屎，我就感觉这只狗狗有点不对劲，没想到有这么严重的皮肤病，看浑身都是皮肤病，一只萨摩就这样给怪可怜的一只萨摩，身上都是皮肤病，那么多野屎，他好像知道我要过来把他带走一样，看到我激动的。现在那个老板不在这边，等一下老板过来以后，我打了电话了，就是把费用给他付了，就把狗狗给他接回去。但是这只狗的话，就回去以后需要把它送到医院里面治疗，看他脖子上都是皮肤病，嗓子也就是叫的哑了，看眼睛上流的脓，但是还是挺好的一只狗。开心呢，这么开心吗？来看看，特别是三只土狗，这三只土狗的话有点怕人。
三只都是公的，这三只狗都是公的，特别害怕人，这三只。这三只那个老板借来也很害怕，他们好像没什么吃的。过来，默默来。都不当摸，不当我靠近。关在这里面没见过的人，应该是有点害怕，关的时间久了，然后性格也就变了。反正一共是四只，四只的话我这边给你转三千，行，我微信给你转过去。小徐，对，小徐，过去了。好的。我在，然后我这个狗呢，就是先今天把这只接回去，因为车拉不下。那三只呢，我等完了再过来接。你先帮我，应该是最多一两天吧。嗯，可以。然后过来把他们接回去。嗯，可以，可以。走，跟我回家吧。我帮那个讲一下。可以，可以。啊，跟我走吧。他挺乖的，他喜欢坐车子。对，他肯定乖。他喜欢坐车。这是宠物狗。你只要车门后箱一打开的话，他马上上去了。走，跟我回家走。家里面有驱虫药，我先给他治一下那个皮肤病。对。他上次那个身上的那个已经跟他处理了，他的皮肤病断根不了，必须得用药。哎，你再跟他那个一点。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先接回了一只萨摩耶，因为车子比较小，也没办法拉那么多嘛，先把它给接回来了。然后它身上皮肤病比较严重，应该是从来没洗过澡，住在自己拉的屎还有尿里面，身上经常是湿的，所以皮肤病比较严重。如果明天抽点时间把它带到医院，给它配点药，给他洗洗澡，把毛都给他剪光，他眼睛上还有一些炎症。今天晚上呢，需要先把他放在这，然后一会儿给他找个屋子单独放起来，因为他有皮肤病，会传染小狗嘛，需要隔离一下。跟他身上的毛发都打结了，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他很乖，乖得让人心疼的那种。被铁链子拴着，每天拴在那儿，帮人家看鸡舍。看完鸡舍以后，他从来不敢想象自己是只一心的为主人看着门，却不知道最后是这样的下场。你们看他已经强壮成什么样了，第一次见一只萨摩耶养成这个样子。唉，明天我需要把身上的毛都给他推光，因为他身上的皮肤病好多，都是红肿的那种。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然后我现在先给他打点开水，搞点吃的。